龙禅寺新建学院道场30日上午举办首场皈依祈福大典，典礼由法鼓山方丈和尚果东法师正受三皈五戒，齐心种下成佛的种子，展开修持菩萨道的新契机。皈依三宝的目的，也就是让我们寻求佛性的显现，开启原来我们本有的清净佛性。至于皈依三宝的仪式，就像入学注册一样，我们从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每个阶段都从注册开始。皈依三宝就等于在学佛的这所学校注册，从此要开始修学佛法。修学佛法是无止境的，也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接触到任何的人，都是我们修学菩萨道的契机。我们也鼓励大家受持五戒，请大家不要一听到戒就觉得是束缚限制。戒是帮助我们身意三业行为清净精进，主要是来保护自己，也保障他人，是致力利他的生活规范，也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基本原则。所以唐山的心灵环保会跟心灵做最高原则，就是基本原则，基本的态度是什么？全体下传的目的是什么？诚心。此次的皈依大典有许多小朋友报名参与，显示法鼓山在推动佛化家庭的成效。皈依是修习佛法的入门，民众在皈依三宝后，不论是心态上、生活上，都会为自己和周遭的亲友带来莫大的助力。我叫李英贤，今年16岁。我今天会来参加法鼓山的皈依佛法，是为了可以让我心情比较平静，然后可以让我学业比较有帮助。我是刘佳芝，我今年7岁。我每天都来当义工，我在家里都拜拜，然后今天很开心的来当皈依。除了皈依祈福大典，30日晚间另有禅意千家禅修在水月晚会。活动中有茶禅、洞禅以及音乐禅的禅修体验，让民众在活动中释放生活压力，在宁静的冬夜中让人感到格外的温馨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秋，来自宜兰罗东。今天呢，特别来参加这个，龙禅寺，千人禅修。我报名的是 B 区茶禅区。那今天这个喝茶过程呢，让我觉得我用全部的生命，然后去喝这一杯好暖和、好暖和的茶，那种喜悦和欢喜呢，让我感动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这一杯茶所带来的，放松身心，还有体验这个整个过程，
很值得，很值得我今天从宜兰过来，虽然天气很冷。这次的动产飨宴，那我的收获非常的多。那除了说透过身体的一个动作，可以去了解到说身体平常我们没有去体会到的一些感受之外，那我想更大的收获是很感动的是法鼓山提供了农禅寺这个道场，那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走一走，那也顺便跟这边结一些好的因缘。禅意禅意，千家禅修在水月晚会，也请来法鼓山新剧团与法鼓队共同带来表演，法鼓山方丈和尚果东法师也应邀开示，希望人人都能记得体验呼吸，享受呼吸，欣赏呼吸。在心上照着当下的我们也在体验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这一切也如同师父对我们开始怎么样子来体验呼吸，享受呼吸，欣赏呼吸。看到手足舞蹈动静之间，就在禅意当中，同时也有悲咽力，观世音妙之力，观音普门品。此时此刻我就分享师父说要舍我舍自之心，可是修行却要弃而不舍，该舍要舍，不能舍绝对不舍，就好像该住要住，不该住不要住，要因无所住生其心，但要什么住菩提心。可是在人生当中无奈无助的时候，却要什么无助身心，金刚经的无助身心，此助非彼助。我来跟大家分享师父开始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进步，又在艰苦中见其光辉，人生要在和谐之中求发展，又在努力中见其希望，人生要在安定中求富足，又在锻炼中见其庄严，人生要在沉默中之中求智慧，又在佛药中见其悲咽。